庄贤跟谢家凯。哇！单打复赛哦，一局抢四分的比赛，又很爽了。抢四分，赢了晋级，输了淘汰，输了就结束今天所有的赛程哦。赢了才有下一轮哦，除非你打到前四强，在前四名的时候如果输掉，你还要抢第三名哦。其他的人在之前的阶段如果输掉，就直接淘汰了。张瑞修对到左红玉，请到第六桌。张瑞修，左红玉第六桌。哎呦，不错。但是现在是红下互 K。张成瑞对到陈